大汉溪畔目前面临巨大的开发压力，从土城市区重化，它弹药库的开发，富安它所在地妈祖田，石油公结合新北市开发成殡葬园区，自龙埔里的征收，并开发成水岸住宅计划，这些开发案造成这么多的抗争，新北市现在还是不闻不问，反而一再让大型的财团进驻，让城市与山坡与树林消失。而人民也因此流离失所。20年前就发现我们在土城学士路上整条路上遭到不当的移植，这对我们土城的而言，我们心痛又难过。没有依照工程为了零二九五的移植专章做，也没有安稳遵照新北市，也没有遵照新北市的路法相关的规定在执行这件移植的工程，对于。这些路宿的生存权造成很严重的影响，所以我们这次参与这次的抗议。我们的居住正义，为了要捍卫家园，我们龙埔里自救会还有我们的伙伴们再一次站上新北市政府大门口，希望社会大众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。龙埔里在短短的20几年内进行了3次的征收，现在又来了第4次。我们不堪这样子的折磨，于是我们站上街头，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心声往外扩散出去，让大家知道现在人民的生活到底是有多苦。政府使用低价的金钱来补偿被征收户的受害者，但是其实那些补偿金却买不起开发之后所盖起来的那些民宅，甚至是可以说是豪宅。我们今天是站在新北市政府的立场，希望他虽然过去做错了，用一个违法的条例说，古迹历史建筑登记要取缔所有权，同意经过上级机关指正还不改正，坚持自己知道不妥，我们希望还来得及，所以希望这个新北市要硬起来，绝对不能让新庄石油公这个财团予取予求，做出违法的事情。如果你是依法行事，我们全体老百姓都站在你的立场，赞同你啊！所以这个新北市呢，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你能够改变立场啊，站在爱护文化的立场来保护国安堂。国安堂是100年的古斋堂呢，100年的呢，那新庄石油公司66年才转登记的，就告国安堂侵占啊。这个文化局一直站在他的那边啊，所以我们简单的说，就今天希望时代已经改变了，官商勾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民众的社会意识起来了，我们现在是进入要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，希望台北新北市政府朱立伦市长文化局能够体会到这一点，谢谢。必须要有预算或经费的协助，我们才能会进行进一步的修复的进一步的这个状况。所以目前国安堂它是维持现状。对，那目前其实被拆的部分，其实都是违建的部分。好，谢谢。